就是这个露台多了差不多是成300尺左右，这里望出去就无遮挡。所以呢24、23、22、21呢这几层是很特别的，两边通通风又会更加靓一点，也都可以承诺到你，你跟我买呢就不会比其他人高的价钱。好啊，临时临急跟晒条片给个观众下，因为嘅话啱准备影俾个客啊，实质楼层就惊到时候冇咩楼层拣，所以影俾各位观众。OK 啊，咁啊呢条片咧就因为就28栋啊，今日13号，9月13号，依家13号啊，烈日当空，哇！咁啊 OK， 咁啊系睇一睇有咩靓楼层拣啦，仲有吓。好，咁啊睇一睇咧就呢啲货嘅话咧，全部喺度搞紧啲装修啦，就可以睇翻个28栋、29栋，睇下有咩楼层，各位观众可以拣到吓。希望俾个生意俾 Andy 做下，俾个细佬支持下细佬，绝对唔会令你后悔买到靓楼。OK， 嗱呢度就嚟28、29栋啊，其实你啊担心南南尾全部施紧工啊，呢度呢啲楼起好晒噶啦，包括系话咧。这个沙洞呢就上个月交咗楼，今日朝早我就喺呢个22栋呢度，因为其实全部楼就起好晒，所以就唔会话烂尾呀话点样囉，係囉。咁我转头上去嗰度影俾你睇睇下。嗱依家就喺呢个示范单位呀，邓小姐。呢度系嗰个装修标准，即係交楼俾你就係咁样㗎啦。呢地砖系60×1.2米嘅大地砖啦，开放式厨房啦，呢啲全部整好，啲飘窗全部整好晒。呢度我喺示范单位，依家喺18楼03啊，我转头会上去23楼咧，影下俾你睇下。OK， 咁啊呢度啊啲露台都全部整好晒啦。嗱就呢个18楼啲 view 噶啦，18楼望呢边系好阔落，所以咧你低于13楼咁样就。即係就差少少咯，嗱就咁樣啦嚇，啲窗啊、啲空調全部有埋，全屋冷氣空調啊呢都有埋。呢度呢啲燈仔插梳咯，呢啲係一個洗手間咯。嗱啲冷氣全部啲風管機都整好曬，你睇下呢個客房啲 view 先。微開燈都好靚啊，今日都呢啲 view 係咁樣。呢啲护栏到时可以拆咗佢嘅，唔需要嘅话就嗱呢啲系嗰个冷气个咩咯，遥控器套格，呢套格飘窗系可以拆嘅，因为系南北通对流啊，呢啲依家系南向都有阳光入到嚟，嗱冷气都整好晒啦，系嘛就咁样啦。OK， 洗手间系比以前升咗级咯，嗱啲洗手间好，做浴缸都得呢度啫。OK， 咁啊，系咯，再行出去呢个门口呢度，其实101方咧最靓嘅就系呢入门口啊呢一块咧系好靓好舒服嘅，呢一块从呢度啊咁样正到呢度咧系赠送俾你嘅，就唔计防狠证嘅，呢度有400尺到系俾你用嘅咁样啊，就咁咯，所以咧31方咁样。大概是因為加埋飄窗，所以有差唔多成400尺俾你用到。呢、這個係冇遮擋，低呢啲樓層就咩噶啦。我上去28樓影俾你嚇。呢、這個203其實啲走廊咧都整好曬嘅，即係因為佢鋪下啲木磚，係因為呢個地磚驚佢磨爛，磨到時要真，所以室內好通風噶啦。你見唔見到呢個頂部呢啲啊？嗱，好通風噶啦，已經係嘛，咁啊嘛，咁啊呢度到時佢整好曬俾你，203嘅 view 就係咁樣咯。呢度係睇光，呢個係細片面啲光嚟嘅啫。最靚嘅光咧係喺嗰個係咯露台呢邊，露台光係最靚。你所要嘅係呢種啊嘛，啊呢條係坦洲嘅風水河嚟嘅。俗稱玉大前腰，咁啊，好，咁啊 ，OK， 呢度啊，到時拆埋做開放式廚房啦，南北對流，好通風嘅，其實都依家都，嗱，我哋可以見下上邊啲，係嘛？今日好悶熱嘅天氣，
38度啊，拍工地揾食都係咁啦。嗯，就咁啦。OK， 反正我想喺度就依家暫時最高層就呢一個2903喺度嚇，我轉頭都影一影，因為今日開啱開盤，唔知今晚出片睇下，有興趣啊，聽日過嚟揾下我啦咁樣嚇。啲片唔係好長嘅嚇，係諗下影俾啲客户。OK 嚇。好，咁我哋上去呢個彩光好靚，通風亦都好靚。上去嗰個2903就有一個大露台嘅，咁啊冇辦法，要去到30樓咁望過露台先望到嚇。嚟更新下依家嗰啲賣剩啲貨先，依家係晏晝實時報道，叫做係戰地記者係嘛 ，Andy 出現啦咁樣嚇。OK， 咁啊依家係32樓，係咯。依家頂樓仲有，但係超乎 Andy 嗰啲估計嚇，因為嘅話咧，我以為咧係150幾萬買到，但唔得嚇，要去到166萬度。嗱，依個係好好光線啊，呢個係2901啲露台嚟嘅，就係咁樣咯。唔知望唔望到啊？係嗱咁啊，2901呢個大露台啊，因為頂樓啊，呢間仲喺度，轉頭我會過去行一行。呢間166萬好似，我轉頭想想價單佢。呢間咧就190萬到，揾 Andy 應該會再平啲嚇。咁啊，其實呢度咧就係呢個露台多咗，差唔多係成300尺度啦。呢度望出嚟就冇遮擋。呢度係25樓，呢度係21樓，呢度咧就係17樓，就咁樣以此類推嚇。OK， 咁啊呢個係大概咁嘅情況。咁我再過去呢度望下，俾大家睇睇先。依家最嗱，依家喺度，這是什麼板啊？淋浴板。廁所的淋浴板哦。廁所的蓋板。蓋板是吧？哦，廁所的蓋板。咁啊，啲裝修材料都運上嚟噶啦，所以都 OK 啊，順得過。呢個係3203啦，3203就係咁樣嘅標啦。咁啊，有啲觀眾又問翻呢度咧會唔會拆嘅？呢度咧全部都同性村啲村屋嚟嘅。一見下啲樓嘅話，全部係好似依間咁樣，好惡噶啲人，好似嗰啲新界啲原居民丁屋咁樣啊，唔拆嘅，好好多錢嚟賠嘅。因為咧坦洲好似依啲仲好多地啊，咁咪徵咪得咯？點解要拆呢度咧？係咪先？佢會整治得會越嚟越靚咯，就咁樣咯，係咯。嗱，咪呢度河景啦，3203。呢間就性價仔性價比之王就咁樣啦。OK， 咁啊，再過嚟咧露台睇一睇呢個 view 先。好 ，OK， 咁啊呢個 view 就係咁啦，南北對流嚇。啊，轉頭我 cap 個指南針上啦，但係就頂樓有啲觀眾就介意頂樓會唔會漏水啊，會唔會嗰、那個太熱啊咁樣，通風就好通風。漏水嘅話，因為佢個樓咧唔係話今日先起好，佢起好大概有成4-5年㗎啦，係嘛？咁佢嗰價錢低，慢慢咁放出去賣啫，就咁啦。呢啲係南北對流，南北通啦嚇。OK， 呢啲采光係冇乜問題嚇。OK， 就咁情況。呢啲露台可以打嘅嚇，啲飄台可以打。洗手間，哦，佢應該係講啲廁所呢啲板啊嘛，係啦，咁啊材料運上嚟就唔驚啦，係嘛？好啦，咁啊亦都黏咗啲價單俾個觀眾睇啦，因為係影俾個客係買嘅，所以就係咯。如果有緣睇到嘅，覺得 Andy 做嘢可以嘅，即刻攞佢哋電話6653434咁樣廣告時間嚇。OK， 好，呢輯分享到呢度嚇，咁啊簡單比較簡陋少少，但係就希望咧。在这个应酬时间可以给到最大的优惠给你揀到最啱的楼层 ,ok? 这里就因为24楼呢有些人不好听23楼 ,21 楼就是大平台再拍一拍这个弧形给大家看一看因为其实啲光线啊同埋啲 view 啊都不差的。23楼呢跟其他楼层呢就有少少区别它是两边通的见不见到啊这些就不是通的明不明白所以呢 ,24,23,22,21 呢这几层呢是很特别的。
兩邊通通風又會更加靚啲嘅。所以嘅話咧，嗰陣時我幫個寶哥買咧，佢好欣賞我做呢一點做得好仔細嚇。咁啊，所以佢又同我買咗啊。呢個 view 就係咁樣啊，俾大家睇一睇。OK， 咁啊，係咯。如果係利口，但係中層又會貴啲嘅，中層比頂高層會貴啲嘅，就係咁樣啊。所以呢種單位你預計佢都差唔多去到接近180万啊呢種都，因為佢係兩邊通嘅呢種啦，係嘛？就咁樣啊。OK， 我冇計下，因為反正都係嗰句，你同 Andy 做得生意咧。絕對就唔會蝕底，我會幫你攞一個靚價錢俾你，就係、是、咁樣啦。亦都可以承諾到你，你同我買咧就唔會比其他人高嘅啲價錢，咁樣咯。OK， 呢個係23樓，轉頭咧我會再，我驚到時買得太快啊，我會轉頭落去咧再影一影呢個係16樓俾大家睇一睇嘅，咁就呢條片就係咁樣嚇，再落16樓影俾大家睇下。呢度開放式廚房知㗎啦，係嘛？咁啊，呢度嘅話就係到時候咁樣望過去，呢啲 view 就冇乜遮擋嘅，可以做風窗嚇。16樓見 ，OK。呢個就16樓嚇，咁啊，反而賣咗就往下邊推咁樣啦嚇。啊 ，OK。呢個16樓，啊，轉頭我會同16樓咁樣係轉一圈嘅。太多樓層嘅話咧，睇啲 view 又唔係好靚啊！呢個16樓噶啦嚇 ，OK， 咁樣 ，OK， 因為我都幾個客認咗醜，佢今日係過唔到嚟，咁啊都係嗰句啦，先到先得啦，啲貨都係先交50000蚊為主，即係大訂金啊！我哋叫做係啊 ，OK， 咁樣睇呢個 view 嘅，我睇依圖依露台咋，唔係企出去嘅咋。咁樣都靚都 ，OK， 就呢條片就分享到呢度嚇，好。